警方在葵涌一栋工业大厦破获一个无牌卖酒的派对房间，拘捕八个人。被捕的六男两女，25至34岁，包括一个负责人。七个顾客涉嫌在无牌处所内饮酒，部分人怀疑有黑社会背景，有警员押上警车。警方根据线报凌晨突击搜查葵丰街华业工业大厦一个单位，检获约值30,000元烈酒和啤酒。警方同时向涉嫌违反限聚令的顾客发出告票。